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刘佳梅。真的。虽然刚才的那个影片是真的很短而已啦，可是我真的不懂要讲演啊，所以我不懂你们是不是有被骗还是没有被骗啦。可是我只能够跟你们讲，你们看到这个影片应该是已经靠近过年的时间了，然后你们看到这个影片呢，可能是我发布刚才那个影片的最后一天，哎，不是最后一天，就是1个星期后。哎，我刚才在说什么哈？所以我就是。那刚才我说的那个什么具体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我就是要来捉弄你们一下啦，因为其实我有看到一些比较有名的 YouTuber 啦哈，他们捉弄观众啦，那些观众就真的会很不爽不爽这样子，所以我就用刚才那个影片来捉弄你们一下，我看一下你们到底会不会不爽。可能我观众比较不会不爽啦，因为其实我的观众也不是说20多岁这样子，可能就10多岁啊，就是20多岁。以下这样子看，可是3岁以上啦哈，我只能这样讲，4岁以上啦，7岁以上啦哈，我只能这样讲啊。我就是拍一个做梦的影片下啦，就是如果你们真的不爽我，你们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。然后如果你们有被骗到的时候，也在影片底下留言。还有就是，啊，还有就是什么呢？刚才我在笑什么东西？还有什么呢？我来想想。有什么呢？啊，对了对了，就是记得订阅嘛哈啊，还有，可能我拍那个影片啦，就是因为我到最后我没有说这个影片是假的啦，所以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，我相信我一定会被很多人推定的，因为我已经讲我不要再发布影片了嘛哈，啊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啦，反正我一定会被推定的，我们废话就不要太多了啦。记得订阅分享啊，拜拜！还有按赞，还有按赞，对对对，最重要的啊，最重要的。所以我们就下一个影片再见，对，下一个影片再见，这个不是假的啦哈，这个是真的啦，我还有继续拍片。你以为我这样容易放弃咩？我不可能这样容易的，而且我的频道已经要1年了嘞，我这样快放弃？我豁一力给你啊，我不可能这样容易放弃的，我跟你讲。所以我们不要废话太多了，让我们就真的下一个影片再见。